是白鱼。我们来看一下四月六号的运势对十二星座的影响。最幸运的星座第一名巨蟹座，恭喜你！你平时累积的人脉还有能力都是你的养分，在今天你会发挥好多人都在帮助你的这样的幸运感，不如就放手去做吧，一定会成功的。第二名双鱼座，今天适合创新的工作哦，像是创新的提案或者是从来没有试过的企划案，因为今天你的思考逻辑非常的缜密，正为你的工作找到了赚钱的机会哦。第三名天秤座，一直以来你所追寻的另外一半，像是那种成功独立的对象，今天真的有机会可以遇到了，赶快拿起勇气去认识他吧，恭喜你。接下来需要努力的星座第一名水瓶座，今天你很容易没自信，这反而让你过度的焦虑，让工作产生一些错误的判断，橙色和棕色可以提升你的自信哦。第二名双子座，今天容易因为犯错而让自己有点粗心的感觉，沟通的时候多注意细节，能够帮助工作上更顺利。另外今天跟另外一半的沟通出现了障碍，其实对方也是希望可以跟你多相处哦，在书店约会可以提升你的感情运呢。第三名天蝎座，今天的出国运欠佳哦，如果一定要出国的话，记得要悉心准备行李，把外出需要的东西写下来，才不会出错哦，加油。